他说我记得好像是在2002年还是多少，大概有不止，大概七八年前，有一次甘峰邀请我们去桂林嘛，还有 Michael 啦，还有徐立仲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到桂林去，到底那个有一个山水俱乐部里面那个球场里面，啊，住在里面那个别墅里面。啊，有一天我们去找打球的时候，哇，刚好那天下大雨，而且气候又很冷，大概只有5-6度左右。啊，我们一想，既然下雨，我们就想要回旅馆休息。哎，甘峰既然说不行，一定要至少要把酒洞打完。哦，结果呢，我们总算打完，但是我跟 Michael 还有徐一中都冷得要，都很冷嘛，因为又湿又冷，所以就赶快跑回旅馆。哎，甘峰既然都还面不改色，既然精神还很好，还到他房间，我们还打了麻将。然后打完麻将，晚上还找我们到那个桂林市区里面去唱卡拉 OK， 哇，一直闹到很晚，他一点都不累，我们都已经累得快要睡着了。所以我都认为像刚刚这样子的人真的是很了不起，各体力啊，这个身体各方面啊，真的是我们都还赶不上他。其实刚刚跟我差了差不多有21、22岁，因为我跟他差差不多22岁，那么像他这个年纪跟我们这个年纪比起来，好像还比我们还年轻，还有体力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当然了，像甘峰这种，这个常常运动哦，我相信这个对他是很有帮忙。我们也希望能够跟甘峰一样，至少一个礼拜要打个3-4天啊。一直到现在，刚刚还是一个礼拜可以打3-4天的球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已经太累了，不想打。哎，既然人家刚刚都做得到，所以啊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惭愧，连这一点都还考不上刚刚。尤其我自己又开球场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希望到了年纪在80-90岁，也能够跟刚刚一样。还有一次，我看看，哎，对了，有一次他在我们，他每个礼拜六，差不多我啦，还有 Andy 啊，还有以前那个时候王参座还没有来的时候是谁常常打？还有一个是谁？我忘记了。Andy， 我有时候小马，小马有时候常常来。还有，小马还有谁？还有，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常常4个人，每个礼拜六都在我们那个 Royal Oak 打。有一次呢，刚刚既然在我们第二栋，那一天不晓得是什么原因，反正第二栋是一个短栋，大概150米左右，140-150米左右。啊，我记得刚刚用 driver 打，这居然飞过那个水塔，然后又过了那个 bunker， 然后就一直滚进洞，居然打了一个 hole in one， 哇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替他报名啊，申请这个什么这个，当月还是什么的那个 hole in one 的会员。所以像在南非呢，我们中台湾来的人呢，能够拿到 Hole in One， 我看没有几个。我一直到最近才拿到 Hole in One， 哎，那个刚刚早在6-7年前就拿到 Hole in One， 这个实在也是很不简单的，因为有的人一生都没有办法拿到 Hole in One。不过刚刚既然能够在他80-90岁的时候拿到 Hole in One， 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不过这个事情也要看拿 Hole in One， 也要看个人的运气啦。
这个实在是要体力也好啊，这个球也要打得好啊，运气也好，配合才有办法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，很多普罗都拿不到啊。我们祝干公干妈身体健康。干公干妈，非常谢谢你两位哦，一直以来呢对文德对我都很照顾。虽然呢我们在 Brickpen 的 Royal Oak 球场哈、是一个很普通的球场，可是干公我长久以来这么远，您还是几乎是每个礼拜都一定要来一次，给文德跟我就很大的鼓励。